就出道已经12年了，其实对呀、啊，哦，焦哥你也是看着我长大，微说做唱片大概就是可能300-400万就、啊、是是是就结束、啊，他就觉得应该还好，是、啊，可是后来他才知道说这是一个房子的头期款，对，然后他就把那一碗茄阿米吐出来，马上吐出一碗茄阿米，因为吃不下了。你这个例子还蛮 local 的，好久没听到茄阿米在舞台上出，我们欢迎亚洲魔术天王大师刘谦老师，好、哦，欢迎刘谦。来，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两个、啊，他当过你魔术助手的，这样身材还可以吗？哦，你这个可能挤不进箱子。哎呦，重要的是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。那我们就从演员的歌声当中来品尝，也是不错的。这10首歌有很多不同的风格，也有舞曲，也有抒情的歌。演员的歌声也非常的疗愈啊！谢谢演员，辛苦了，谢谢。秀姐很少出巡的啦，在我们这个演艺圈歌坛的场合，没错，今天也是盛装，然后给她祝福，来定了够规模。真的，重生一定要大卖，因为有你大卖之后呢，下一张应该是我的。哎呦，除了歌坛重生之外，人生的舞台上也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共枕眠的啊、哦，可以一起共用香囊浸泡哎，这个另一半啊、哦，加油！好、哦，来，你会唱他的歌吗？这位神秘嘉宾。是我黑暗中还能抱着伤痛沉下去，一步一步的走，没有人懂我难过有多深多重。你干嘛录音机啊？欢迎小乔，水体合体了。不是说我不哭的吗？耶、yeah, ，一定要亲自来给你加油。知道我是多么的硬搞硬桥，今天才可以来，还有抽空啊、哦！真的，因为我在台港打戏，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每天祈祷说，我希望我31号可以有空，可以有空。然后我觉得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呼唤，对，真的。然后今天就真的让我有一个空档，然后可以来帮你加油，对，谢谢，太感动了。哦，是因为我跟爷爷已经认识了12年，有。我们已经相处在一起了12年，所以说今天这个婚纱就是我要来问爷爷，就是说你愿意一辈子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愿意，你不要走，婚纱不要分开我们，对，不要分开我们。台北的第一对多元成家的，就在这个舞台上正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是姐妹情深，我真的哭翻了。这么久没发片，是怎么样？我心情，我刚紧张到快要吐出来了。然后我刚刚唱到一半之后，一度高跟鞋还塞在那个舞台的中间。然后平常这个时候呢，都会有巧巧可以出手相救，就是可以帮我唱一句话，然后我赶快把脚拔起来。可是因为今天只有一个人，所以其实唱的百感交集。对，这是我今天的心情。那刚刚美秀姐来帮你站台，是。因为美秀姐最近真的非常忙，我其实在公司都没有看到她。然后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对不起，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一直就是 follow 她所有的进度，所以我本来有想说可能她会来，但是看到她的 schedule 之后，我觉得不是太有可能。所以美秀姐今天出现的时候，我完全有一种得到长辈的关爱的感觉。刚刚小哥出来让你流下眼泪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
压根儿没有想到他可以出现，因为他在拍很辛苦的八点档，然后我们最近就也只能在 Facebook 或者是在那个新闻上面看到对方。我甚至连探班都是去拍他的海报，所以我原本想说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可以碰得到面，但他今天来真的是吓到我了，真的吓到，而且他会唱我的歌，我都要哭翻了。音乐会有特别的桥段吗？我的音乐会，我觉得以我的个性，唱到后来应该会下去跟大家就是坐着聊天啊什么的，因为我很希望我的音乐会其实是一个不是这么制式化的感受，应该会有一些好朋友可以来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欣赏当天的音乐，因为我的乐手们都很厉害。对，那这么会演独剧啊，就是之后你还有打算要签哪位艺人吗？其实现在公司有很多很多的新人，那他们我其实在开公司最喜欢的一个桥段是培训新人，我很喜欢跟着他们一起成长，跟他们一起学习，所以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让大家眼睛一亮的新人会出现的。谢谢大家。什么意思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品言，非常非常的难得，也非常久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，谢谢大家。